要还35天，今天整点佛跳墙给媳妇儿补补。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啊，媳妇儿？哎呀，都是蘑菇呢。我也没吃过这玩意儿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啊。哎，快尝尝。鲍鱼搁哪呢？鲍鱼搁哪呢？海参我看着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哎，别说这玩意儿，这是鲍鱼啊。别说这玩意儿挺鲜。媳妇儿吃肉，我喝汤，是不是？嗯。快吃吧，媳妇儿，一会儿咱俩回家。快吃啊、哦，一会儿回家。再一个鲍鱼。你别没完了。这鲍鱼给媳妇儿吃。什么叫没完呢？吃吧，一会儿。什么叫没完呢？我要回娘家。快吃啊、哦，一会儿咱俩回娘家。好喝。这粉条啊。这蘑菇太多了。海星搁哪呢？我们好久吃了好几种蘑菇了，还有没有杏鲍菇？我这两天牙不咋好，回家正好让老丈母娘给我做点好吃的。那我丈母娘都要忙死了，给你做点好吃的。你回家你不行了，给你老丈母娘干点活。那这不正好吗？一会儿吃完咱们就上路。还几天呢？哥，回娘家。不。这回捣乱去了你，该说不说，这个东西挺鲜，但是说实话，这个蘑菇有点太多了，蘑菇有点太多了。嗯，这个碗特别大啊、哦，这个、特别好看。这个鱼胶好像像肥肉，佛跳墙，这个。广东的朋友应该特别喜欢哈，南方人。滚他妈犊子！人他妈是福建的。福建也是南方的。福建也是南方的。别他妈嘚瑟了，啥他妈不知道，今天净瞎说。我天哪！真是。它里面东西并不好吃，它这汤特别鲜，汤特别特别鲜。赶紧吃完，赶紧走吧。吃完了吗？没用呢，别磨叽。吃完赶紧走吧。